现在在做一个危险的示范。今天是复活节连假的第二天，在每个复活节连假的星期六，贝里斯都会举办一个脚踏车比赛，叫做 Holy Saturday Cross Country Cycling Classic。今年本来我也要参加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因素，就此作罢。但是今天我还是想有一个参与感，所以我决定从我们的 Central Farm 骑脚踏车到San Ignacio， 他们在圆环的折返点看他们比赛。这个比赛呢，今年已经第91届了。当初是要在91年前举办，原因是为了要鼓励在贝里斯的脚踏车骑士能够克服这个颠簸的路段，让他们从贝里斯市到 San Ignacio 来回，总共140英里。OK， Go！但是平常呢，我有时候下班之后也会自己骑脚踏车去健身房，但是大部分我都要骑在路肩这旁边。加油！这些都是等一下要观赏的观众们。Hold me 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What's left?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这是我平常买菜的时机。OK， 我现在骑了半个小时，我现在到他们折返点在这里。然后他们从六点从 Berlin City 出发，那第一台车的话，大概八点多就会到这里，超快。平常我们开车的话，来回也要四个小时，那他们骑过来的话，那么两个多小时，然后骑回去三个多小时。好像听说第一年举办的时候，他们总共完赛要花13个小时，但他们现在不到六个小时，第一台车就可以完成。刚才第一辆过去了，超快。现在目前第一名是瓜地马拉选手，很刺激耶，不是在开玩笑的。在自己的友邦参加对当地人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，而且很能提升我们台湾的能见度。虽然我不是外交官，我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，但是我就会希望我一个小小的外交替代，我也能够尽己之力去帮助台湾的外交。如果你们是一个专业的脚踏车选手跟车队的话，有机会一定要来参加在 Belize办的这个脚踏车比赛。这一年一度的 Easter Fair， 耶、yeah. ！Create a song, I don't wanna miss a beat, and on we'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, through the highways,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, and on.我要玩贝里斯第三流啊！他刚才被咬走了。哇！我刚才压欧没中，可恶！贝里斯夜市 Easter Fair， 还有恐怖游乐园。